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易小厨神 Jenna。 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不少人都取消了外游的计划。今天就到我教大家整一个台湾夜市美食蚵仔煎，希望可以解决一下大家去不到旅行的痛苦啦。即刻看看什么材料先。用木薯粉製作呢個麵糊咧，煎完之後就會有煙煙韌韌嘅感覺，咁樣就更加似台灣食到嘅蚵仔煎噶啦。完成啦！單睇個樣咧，又真係幾似台灣夜市嘅蚵仔煎喎。我即刻試下咩味先。蚵仔煎餅底煙韌之餘咧，又脆口。再配上秘製醬汁，味道更上一層樓啊！咁簡單就整到，大家都快啲試下啦！Yoo-hoo！